给我提示的意思，给我提示的意思，给我来的提示。撩拨的时候不说，我上场直播比这次说的潮文还多呢。第一次来了，就是歌曲没事儿，就是这个语言识别不了，等等等等这样的意思啊。李哥在吗？李哥，啊，李哥在啊。荡秋千，荡秋千，想听吗，哥？荡秋千，刚才你点了，我在公屏上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唱完这个，端午节的歌，既然端午节过了，但是呢，李哥想听，献给李哥吧。荡秋千的姑娘，再回味一下我们端午节吧。能说不知是热情的东山的土路
曲的名字是《荡秋千的姑娘》，献给你们。连续两首歌是一样的风格哦，感谢你的，再次感谢我们李哥的跑车，谢谢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啊！从现在开始要全部要说汉语啊，全部要说普通话，又来提示就不行了。撩拨的时候一次提醒都没有的。啊，以前在农村的广运动会的广播出来的歌曲，对对对，我也小时候也是这个听这个歌长大的嘛。那个时代七八十年代的，回味一下我们七八十年代的。You are very nice girl， 这有个英语人脸，又夸自己了。You are very nice girl， 我给大家翻译吗？你是非常漂亮的女孩，这么简单的我可以念啊，你再写个再多一个一行的话我就念不了了。等我不知道少数民族吗，他那个后台没输入到这个朝鲜语的话他会提示这个东西啊，以前是没有的，最近好像他们就发明了这些功能呗，不光是朝鲜语，朝鲜语其他语言也可以这样子的，所以呢，抖音直播要说。